欢迎，接下来要欢迎的是青年演员张凌赫，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张凌赫，然后很高兴能这次被迪奥邀请来看秀，也很期待这次大秀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体验。嗯，没错，而且在很多的一些高定的西服上面呢，我觉得Kim Jones 是把很多的一些剪裁的这种极致啊，是体现的非常的完美啊，然后包括今天其实我们现场林赫也穿了一身迪奥的西装，跟大家谈谈感受。 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所以说今天选择的也是一套，比较简单的黑色西装嘛。但是有一个点睛之笔，就是我胸口有一个纽扣的一个门襟，其实给我感觉是可以在我整个的视觉效果上面有一个点睛之笔吧。是，黄老师应该也是，对，我是那个全新的摩登系列的男装西服是。 灰色的双排扣，林赫有没有什么刚才看中的look？就其实刚刚玄哥说的，Kim Jones 很有创造力嘛。其实我看完这次大秀，最大的感觉也是这样，就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可以很好的把一些潮流元素和奢侈品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有一句话不是说，优雅永不过时嘛。其实我在 Kim Jones 的手下看到了，不仅可以优雅，还可以很时髦，对，一定要买，非常时髦。嗯，是的，那个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因为现场的画面可能大家只看到了一点，但是那个鞋呢是一个跨界的联名款，是跟我相信应该每一个男生应该都有那双拖鞋，对吧 ？Broken Stone 的那个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到夏天，一季迪奥的2022年冬季的男装大秀啊。 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跟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拜个早年嘛，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啦，好，拜拜，拜拜。